饭前是不是要夜市推球球，最后可以中多少？我跟你讲，小朋友都一直中，我一定也没问题。老师，游戏王已经一个。很多小朋友一直中耶，我看到一个男生中。我跟你讲，小朋友很厉害，我也很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可妹，刚刚那一台就那一家摊子特别容易叮叮叮叮，恭喜中奖，所以我相信运气那么好的我，实力那么坚强的我，一定会没问题。那我们一样用1000元。他说只要到那个点。只要到后面黑色那个地方，就会直接送你一个大娃娃。所以你要把球控制在那里，应该算是蛮容易吧。30次，30个娃娃带回家，你的房间都是娃娃。好，那我们开门吧 ，Go！ 好，我们现在到他的门口，然后一堆人，因为他一直叮叮叮叮就很吸引人，好像很好中奖，有那么好中吗？游戏王来了，然后他是投代币的，所以我先去用1000块来换代币。好，那它的玩法是一局100块，然后它会给你4枚代币，你有4次的机会，然后只要你投中就会一个娃娃，一局最多得一个娃娃，所以我们1000块最多可以得10个娃娃。那我刚刚看一下，我觉得它娃娃还蛮好，如果要换更大的，像那大米奇大米呢，就是可能要4局4点这样，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换一个小的。一点就可以换一个蛮大的，它旁边比较重视，所以我们应该没有问题。然后他第一局还多送我1枚，所以我们有5次的机会，加油！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了，非常的紧张。我先试一个，还是你先试一个？你先试。我先试一个。没关系，我应该可以。哈！加油，暴力阿童，用力推，没错。啊，比我还乱，比我还乱。哦，真的是看着最简单。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他可能秀抖了，他永远不会起来。哦，我们没有到安全区，好，这样子。这样，我要左手。他不能拿起来哈、哦。你拿起来，等下打到别人怎么办？医药费很贵。加油。哦，我就是。哎、欸，很重哎、欸！来啊！太厉害了啦！好厉害你！太难哎，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！哎，我觉得你最有希望。为什么？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。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我是你们的绝望。游戏哦，可以哦，你快要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好，没了吗？没了，我们的100块没了，好，下一个，谢谢。第二局，啊，没有，我太大了，很难呢，你知道吗？拿捏是最难的。你刚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两只手好像比较有希望。哎、欸，这样是不是只能单手？两手一个阿西亚而已，对啊。加油，加油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再给你，明天的希望就交给你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天气冷到我蹲下都有种脚拉伤的感觉。有，有不？干嘛回来？好难哦。好，那你当练习，当练习。我跟你说，要用爱推他。你要怎么推的？你到达那边，我就带你回家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可以，你练习，练习到有为止。教教教教。哇，那种就不及格，然后被留下来课后训练。课后训练辅导时间，我觉得两只有好很多。对，爱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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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爱太多了，太多的爱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有进步有进步，而且其实不能太大力，因
因为你只要一用力，它就跑了，跟男朋友女朋友一样。是什么？你是在开黄腔吗？不是不是。爱爱爱爱爱爱在哪里？哎，加油，还有一个机会，我觉得要再温柔一点，就像对你姐姐一样，你都太凶了。你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，我就不让你回家。哦哦，有这个有机会，好好，我们可以再换一张了，谢谢。第二只娃娃来了，哎哎哎，哎。加油加油！有，差一点，你知道差一点是最可怕的延迟。回来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快了，快了，加油加油！时间会证明妹妹是游戏 Go， 游戏 Boy。爱爱爱哦，谢谢，来继续继续，我一定要让你中一个，免得你从此不敢来夜市。加油，爱爱爱，神之魔都差一点，可是我觉得你快要抓到 table 了。table 就是姐姐的钱包够就有机会，一直玩一定会有的，加油加油！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你闻到什么？鼻涕，流鼻涕太冷了。我不信你是游戏爆，游戏球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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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差一点差一点，我觉得你快要了，你快要了，你快要把我的钱花完了。大鹏哥，大鹏哥，跟我回家，加油 ，Go Go Go！ 最后一次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我们现在花600块，600块而已。挖矿理论，越挖越穷。啊，太大了！不简单呀，我从来没有力气大到能量到它。太用力了！啊，太没力了！哎，还有一个机会，还有一个机会。哎，那一次到底怎么发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不。起来的时间，哎，最后一枚了，哎，好难啊！最后一个，不然就换你了。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气死我了！哎哎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危险，危险！啊，用力了一点，它就是要软软的，刚好哎，过去才行。加油，加油！有机会吗？有不？有不？还有一次，还剩一次。我们说好的十只呢？十只娃娃。刚刚那些弟弟妹妹应该都没有玩到那么多局。那个妹妹一局就玩到了，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惨啊？哦，我要帮你祈福了，开始。南无阿弥阿弥，过过。加油！相信自己。走，不要回来。可以。我跟你说，你就给我一次面子就好。面子，已经在威胁球了，已经在威胁球了。面子，
面子 ，no， 好，他不要面子了，交给姐姐。是我的一千元，来，最后一次，一千块。加油！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以后不要再来玩夜市。游戏爆不是游戏 boy。人的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下次我就带十只回家。你想要哪一个？你选，你选。啊，我好犹豫哦。完了就挑我挖时间最长。啊，要哪个？我觉得小猪也很好笑。飞向宇宙，你在干嘛？耶！我跟你们说，就每次抱很多娃娃的时候，在夜市就会觉得，哦，那个人一定很会玩游戏，呜，一定是一个游戏 boy。从头到尾看到的很厉害哦！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花太多钱，然后老板娘看我们都很可怜，然后他就决定再加送一只，耶，送我们两个。然后这八是因为我爸真的看得很可爱，所以我会送爸爸。很精致，嗯，很精致。然后他是做飞机的样子，唐老鸭，对。然后我觉得这唐老鸭应该说是他们这一摊的娃娃都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光是挑我们就挑超久，就是都有点想要。他是超可爱的雪宝，对，他的娃娃真的很可爱。有个别人说，如果你们要送粉丝的话，我觉得迪士尼系列应该会比较多人要。雪宝是迪士尼的，雪宝是迪士尼，我觉得他娃娃都蛮不错的。好，那这一只唐老鸭我们就抽奖送给观众，只要帮我们的影片按个 like， 并且分享出去，还有留言告诉我说任何你想说的话，以及你一定会用 email 就可以抽这一只喽。虽然想这部片喜欢请加小，我喜欢大家雅姐第二课决定的 YouTube 什么的啦，大家雅姐第二课决定的 YouTube 频道，旁边上上雅姐打开这样新片友才会呱呱 Facebook 搜寻课决定过一个赞，就可不让我们下次见到。拜拜！哎，很好，还蛮好玩的。它长得像两个旺仔小馒头。嘿嘿，喜欢了吗？还有花絮，就还蛮可爱的。